酒色财气，我戒了三，这人生活着还有啥意义啊？朋友们好，我是老夏。现在我真的是把烟戒掉了，酒色财气我就戒了三样，酒财气戒了。在古代的武侠世界里，我们经常以前看武侠小说也好，看武侠片也好，酒色财气整个都是在小说里面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的，包括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啊，武侠影视作品里面都是体现的非常完美的，酒色财气都是围绕着这四样东西来体现。酒的话大家都知道，在古代侠义的世界里都是要喝酒的，喝酒可以壮胆，而且可以交朋友啊。像古代这种行走江湖的侠义世界，酒是绝对是缺少不了的，不管是男女老少。色的话就更不用说了，色的话也就是属于啥呢，英雄爱美女那种，在武侠世界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叫啥采花大盗一类的，好色如命的啊，这个是比较伤身体的。然后财的话就有点类似于什么视财如命的啦，就是属于通过各种手段，不管是偷抢啊，还是掠，怎么掠夺啊，然后把财富抢到这拿收入自己的囊中哈。还有一种财的解释的话，就是属于这个在武侠世界里，还有财的解释，还有一种就是赌鬼，嗜赌如命的人也是属于归纳为财这一类的。气的话就是属于在武侠的世界里，它是属于侠义之气，懂没有？侠义之气。还有一种就是打架斗殴，喜欢自气，好勇斗狠啊，气都是属于在这一归为这一类的。当然我呢这四样就有三样已经彻底的与我无缘了。那酒的话大家都知道，我一直都不喝酒的，基本上啊很长很长时间了。就是我能够喝点，但是我绝对不喝。色的话是没办法啊，这一辈子都别想戒了啊，戒不掉了，除非挂在墙上，挂在墙上都还有想法。然后财的话我也是不好赌了，也戒了。然后也不是那贪财之人啊，我一点都不贪财啊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解释，财的话也是与我无缘的。然后气的话就更不用说了，不管是侠义之气也好，还是这种好勇斗狠的这种气也好，我都没有，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来。唯一的色啊，这个是戒不掉的。那说到戒烟的话，就还有一个人，老狼，他戒了十几年的烟，结果因为色又复吸了，对不对？他之前真的是不吸烟的啊，戒了十多年了。然后今年去跟那个谢海燕啊，跟美女改床车的时候，然后被美女拉下水了，复吸了。现在复吸了很难戒掉的，相当于他也是。是男人都逃不过色这一关，任何人就逃不掉哈。好吧，我想问一下看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你们酒色财气沾了几样，还是戒了些几样？反正我已经戒了三样了，还有一样色是戒不掉的，你们呢？